Namaste。爸爸回家做晚饭，料理也可以很简单。我是邱彦翔。六，我是陈凯诗。在印度来讲 ，Namaste 是打招呼的意思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？咖喱喽，因为咖喱的起源来自于印度。全世界人都喜欢吃咖喱，像泰国的绿咖喱，马来西亚的咖喱就带点点椰汁，香港的咖喱呢来自于英国，日式的咖喱通常吃起来会有点果香，甜甜的。因为我有小朋友，所以我带来的当然是家常日式咖喱。那我今天带来的是和风咖喱鸡，而且是非常简单，秒会秒做秒成品。好，对 ，OK， 走，再来。家常日式咖喱，先热锅，然后加点油、洋葱，然后拌炒一下，马铃薯。红萝卜可以来下肉了，最喜欢咖喱里面肉很多，肉大概炒个三四分熟，那我们就来帮你下热水，这些料都把它腌满，噔噔，炖煮五分钟，大滚了之后呢，拿出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今天要煮的是家常日式咖喱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干口，那这边是新口，打开来，做的很方便的，因为它如果你没有煮那么多，可以煮一格就好。今天煮比较多，全虾，哎，它这里面有包东西的，不是日式的嘛？他们都有放一些，好像是果实吧？你在家很常煮咖喱？我在家很常煮咖喱，当然喽，咖喱这是最懒人的料理。这不是啦，这个事情也要用心，对对对，都融化差不多了。哇，你看，不，准备出盘喽！这个饭呢，餐厅等级，很老一的感觉，这样就完成了今天这一道家常日式咖喱，相当简单。那我带来了苗族料理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你们前年贩售的商品，煮水就好了。难怪你敢说苗族，突然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。然后煮一锅热水，开小火，开小火，把它丢进去，好，十分钟就好。打开，把它全部都倒出来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是苗族，这个在我们全年的，对，直接不用煮的，那就可以做一些选择。我们今天要做焗烤饭嘛，所以准备饭，把它铺上去，把我们的咖喱鸡摆上去。把起司放上去就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它送进烤箱啦，烤到这个起司融化就可以了。烤好啦，准备一个喷灯，弄出烧制的感觉，这样会。那我们今天完成了和风咖喱，开饭啦！开饭，走。试试啦。我是不是试一下我焗烤的？哦。哇。香啊！然后做料，停不下来，咖喱真的很无敌耶。是的，而且啊，现在是我们全年的咖喱季，花点时间的跟苗族的全年都可以买得到。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